闪亮毛外套，姐姐谢金燕霸气外露，登上时尚杂志封面。自从九月份出席米兰时尚周后，就被杂志相中当上十二月的封面人物。影片一释出，实在美到暴动。不过几个特写镜头却引起讨论。换套利落复古花西装，谢金燕散发混血名模气息。就是这镜头让眼尖网友发现，山根疑似变挺，下巴变得更尖，就连颧骨也消失。甚至还有网友打趣地说：“横看成 Elva， 侧看成美凤。”拿来三人超级比一比，九十度的山根高挺鼻子，小巧脸蛋，三个人五官都很精致。和之前出专辑的宣传照相比，谢金燕少了以前姐姐的味道，变得很时尚。山根看起来明显颧骨也变小，就连腮帮子也消失。很多人说时尚是一种态度。谢金燕自从父亲过世后就鲜少露面，九月出席米兰时尚周就被发现略有不同。这次封面照一曝光，虽然粉丝买单直呼美到不忍直视，却也让人好奇本来的 local 谢金燕在哪里啦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